上紧。嗯，就是那儿冲上。对，这个时候冲上，嗯、这个地方上紧，把这个卡好，是吧？嗯，那个上紧。然后那儿冲上。对，就、哦、行了。嗯。然后把这个刀板穿上。那个刀板穿的那个位置呢？就是第一个眼就行。第一个眼。行，好的。嗯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对，然后把这丝穿上。嗯。嗯然后挂丝的时候，嗯，前面这个丝儿，嗯，然后往上窝，窝个钩，嗯，然后摆在第一个，放在第一个盒里边，啊，斜着放在第一个盒里边，然后点那个正点钟。前面这个是压下边，压下边。压下边。就是这个。对，压下边。然后后面这个是咱上一根丝，它不是往上窝钩吗？这个是咱往下窝。挨着它挂，嗯，等于是挂，就是挂在上面。
这个在下边，前面这个是在下边，后边这个是在上边。把这个模具转上就行了。安上，然后有位置要求吗？安上以后就咱就先这么放着，把它稍微紧一下，然后把这个丝转一下。转一下以后，看一下它这个位置。你看一下这儿先，看一下它这个位置，它这个位置紧挨着那边也不对，然后咱就把那个模具往这边打一下。咱出来以后看一下这个螺距，就是这个花跟这个花是不是垂直，如果不垂直的话，你看一下是哪个长哪个短，下边这个长上面这个短，然后咱就数过去，
接一个，这个就是这个双丝的吗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短咱就把这根丝往后摆，往后摆咱就把这个往这边推，往右推。然后看切刀的时候，切刀的时候切这个位置中心。腰往后腰，往后腰，往后腰。那一部分是管着切刀的位置。好嘞。啊？调切刀的位置现在是吧？对，如果这个咱切刀这位置不是切中心，如果它刻前，咱要摇这个摇轮，然后可以前后摇，再摇。这个轮也是在这第一、二、第三个花上，第一个后边那个也是随意，就行，放在兜里边。这个这条线跟那个咱切刀位置就是一垂直就行。一般上边这个都不用动，然后这个是个死缚位，死缚到前位置，这个也不用设置。但它如果说要是脚楼头出来脚楼，但是得这位置必须得清零一下，清零。然后如果调宽窄的话，这个这个弯数设定，这不是咱设置的25，应该是一米的吧？我也没量。调2米的，咱都数一下弯儿，数一下有多少个弯儿。从这儿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米是多少个弯儿？然后咱设定一下多少弯儿。如果长度的话，这个是设置长度，多少派？然后这一出一根儿，这是等于是一派两根儿，拿卡尺量一下，1米有多少派？
然后设称一下多少米是吧，然后再设定一下多少拍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当前拍摄，就是说咱支了有多少拍了，再支多少拍，这一卷就够了。然后这个是当前完事，就是说当前就是出来几个弯了。然后其他的这个是当前卷数，就是说咱生产了多少卷网子了。然后这弯数清，卷数清零，拍数清零，那都没用。如果说咱计数的话，这个都清一下零，这一天你就知道出了多少卷网子。然后这个页面没了，这个页面这边所有也都不用动，这都是厂家调好了的。这个是电动速度，这个是四伏那个叫运行速度，就咱开多快，最快能调到1500。嗯，没别的了。怎么调速啊？就是一点，你在这随便调，1500，这是最快。但是这不能一下跳到1500，咱这会儿是700，然后咱可以就是慢慢跳，先跳到800，然后看着这只网子，确定这只网子没事儿，然后咱可以再跳。一般这个电动速度一般不用动，就是200-300，其他的这几个都不用动，都不用管。然后没了这个，那么这是90公分的，25个弯。然后4米的调成109个弯就可以了。我把速度调慢一点。然后自动放到那边，自动刷上。别刷车龙，慢点。看着没，咱把这导板戳直了，这丝儿是直的水平的，然后这丝儿这可以戳。如果说这丝儿咱把导板戳直，如果这丝儿往里歪，往里倒，然后咱们可以说把这里边的压丝儿的往上跳，就是压劲儿小一点。如果说这丝儿劲儿大，往外倒，就说明这丝儿劲儿大，丝儿硬，劲儿大，然后咱们压劲儿大一点，就说往下压，然后多吃点劲儿，然后把它压直了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螺距这个重心对着这个重心，这螺距是对的，可以出网。如果说一个可前，就是说一个可前一个可后，咱看一下这根丝可前的那根丝或可后的那个丝是哪个丝，数过来接一个。如果说是这根丝接一个是一个，不能说挨着数，接一个它是一个，然后数过来看看这两边是哪个。如果是咱数的那个长，咱就说把这个这边这个丝往前来，到这儿往前来，咱就往后推这个压丝轮，咱就把它调短一点就可以了。如果是那个的话，同样一样跳，别的没什么了。